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与新北市立淡水商工水湾企业公司签订联盟合作协议，以在地企业建制兼顾学生在地就学，联手打造大学四年企业学杂费奖助公费生，主要透过企业提供高职三年的职场体验实务培训，进入大学四年提供每学期50,000元的学杂费奖助，大一大二每个月提供攻读培训机会，而大三大四实习就业接轨，透过3+3+4携手产学一条龙策略，让学生能够在地就学无缝接轨。我想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今天三方能够一起合作，最主要我们就希望能够共同推动在地就学、在地就业、在地精英、在地适性的一个人才扎根计划，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合作，我们让在地的学生有一个翻转自身的一个机会。我们共同目标就是希望培育学生有美好的未来。但是因为这一次呢，能够跟水湾集团有这样一个合作机会，同时我们城市科大也提供学生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他会减轻他在学的学费的负担。同时呢，我知道在里面有提供了这个大一到大四四年当中可以到水湾这么棒的一个企业里面去做学习。学校表示，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致力于培育具备就业及在地人才，长期结合在地优质企业，透过科大高职企业三合一携手，共同推动人才扎根教育模式。而这次联盟强调一条龙培育，每个学期学杂费由企业全额补助，学生拥有零学贷的保证就业的竞争优势。淡水商工校长也表示，将技职教育对接职场就业，协助学生在高职及未来大学四年能够进入优质企业的大门，让学与就业无缝接轨。从高中高在做读高中的时候就能参与这样的实习，然后再到这个大学四年，这样加起来有7年的经验，以后他一毕业他马上接轨，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他们提早学，然后学以致用，很早就会有成就感，而不用再像以前大学四年读完之后还在基层做事情。如果能提早帮助他们把自己的方向找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方式。水湾餐厅是国际级的休闲景观餐厅，有巴黎店、龙蹄店，还有碧潭店门市。而水湾企业公司提供学生四年的学费奖助、产学实习以及就业接轨机会，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厚植储备餐饮人才。而陈总经理也表示，学校把平台铺好，帮在地企业找人才，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以培育具有实作力以及就业力的优质餐饮人才，进而把学生在地就学，学校结合企业在地育才及企业提供学生在地就业的三赢机会。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